翼哈，有时候有点坏掉，我们把贝壳这里拆掉以后呢，那我们可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哈，这个如果过载，模拟过载的话呢，我们怕这个会把它弄坏掉哈，所以我们通常会用这个黄色导线哈，稍微把它给怎么样，好，这样代表过载。啊，复归的话呢就是这样。那如果复归这个也坏掉呢，那怎么办？那一样用这个去把它复归，啊，用这个料哈，我们再观察一下近距离哈，有没有？这样是过载啊，这样的话呢就是复归的，好，结束。